板大陸啦，負責商量啫。你冇得弄啦！你冇得弄啦！你搞事！你搞事啊！收工收钱，你收爹啦！过嚟搵钱啊！你搞事！我唔系，我唔系，你所出系。不着先到同會有我哋啊！係啊，大家一齊嚟做爸爸啊！耶穌大帝，收唔收錢啊？你哋做曬好嘅，你哋做運轉，你哋繼續做運轉啊！全部要幫共產黨啊！幫共產黨運轉啊！而家都殺人正權啊！而家幫共產黨，幫共產黨運轉，幫共產黨啊！黨啊！你有咩？喂，公道啲啊，好唔好？我哋有冇錢？我哋啱啱叫人去開咪，有冇製造運轉先？有啊！喺個示威區入邊有乜單位講嘢啊？我哋兩個兒啊，收聲啦！你睇你老母，死落去啊！仆街！公眾地方講，你收聲啊！我叫你屌你啊！屌你老母！我屌你老母！我知道咗，死落去！請你哋同警察合作，係請你哋同警方合作，保持道路暢通，保持道路暢通。你哋依家嘅行為咧，已經係阻塞咗行人道路，影響咗公眾秩序，同埋有機會影響公眾安全。請你哋同警方合作，請你哋同警方合作。我重複，呢個係警方嘅勸喻，呢個係警方嘅勸喻。請你哋喺行人道所有嘅行為出嚟，其他人唔好出嚟。你哋依家嘅行為已經係阻塞咗呢個行人道路，影響公眾安全，影響咗公眾嘅秩序。請你哋同警方合作。以下是警方的呼籲，請你們同警方合作，請你們同警方合作。如果要行人路出來，你們這個行為已經是影響了公眾的權利安全了，請你們行人路出來。我們也是要有設置一個示威區給你們，是擺在這裡給你們見面的，請你們用單條路出來。示威人士，請你們用安全行人路出來。你們以上的行為已經是影響了，已經是影響了我們執法的，已經有影響了我們的。你跟住我入去喎，請你用安全行人路出來。你千祈唔好入去啊！唔好走啊！你係你都要入去。破壞社會。你家陣咪入去 ？O K O K， 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盡情放入去。現場人士啊，請你們警方合作。你哋依家嘅行為已經阻塞咗行人路，影響咗公眾安全，影響公眾秩序啊！請你哋同警方合作。唔好亂係㗎。仆街死啊你！落地獄啊！屌你老母！現場人士，請你哋同警方合作啊！你哋依家已經阻塞咗行人道路，影響咗公眾嘅安全啊！請你哋讓翻行人路出嚟。夠啦！你想點做啊？你哋差佬殺佢，行人路出嚟咯！呢個係警方嘅呼籲，在場人士請聽從警方嘅指示，你哋嘅行為已經影響咗公眾安全，阻塞咗行人道路。請你哋同翻警方合作。阿哥，睇佢指示，睇佢有咩指示。問你啊，講啦。以上係警方嘅呼籲啊，請你哋同警方合作，讓翻行人路出嚟。你哋呢個行為已經霸佔咗行人道路啦，影響咗公眾嘅安全。馬大，你只狗大隻狗啦！唔該。你問邊個阻住啦？邊個阻住我啦？你講啦，邊個阻啦？你老母！又要慢，又要快。聽你去後面落車，咪行過嚟咯。記者標記者投訴，請問，請問有咩記者投訴啊？冇啊，好似冇啊。请你同警方合作，呢个系警方嘅呼吁，请你哋立即停止冲撞嘅行为。
你嘅行為已經影響咗公眾秩序，影響公眾安全，請你哋立即停止你哋所有衝動。一日法庭。在場人士請停止衝擊。我已經幫到你啦。上翻喺你哋嘅行為已經阻塞咗集會。有犯人啊！有邊個人啊？犯人幾位同學？有邊個人啊？在場人士嘅安全，請你哋聽從警方嘅呼籲，唔好阻住人哋道路啊！你哋嘅行為咧已經係有機會阻影響到公眾。等我點阻啊？你成班圍住我啊！你想入嚟啊？我呼籲。阻住我哋唔行啊！我先要求我司法公正，你知唔知道啊？我邊邊有邊個？我邊邊有邊？在場嘅人士啊，請你哋聽從，公眾嘅行為已經係阻塞咗行人道啦。影響在場人士嘅安全啊！請你哋聽從警方嘅呼籲。我唔知道，我覺得可以直接辦啦。排咗喺度邊啊？在場人士，請你聽從警方嘅呼籲。我哋呢個行為已經係影響咗你哋在場人士嘅安全，同埋有機會影響交通嘅，請你哋立即停止你哋行為，聽從警方嘅呼籲。我哋先講咗嘅，而家落得啦。你阻住先入唔到㗎，你睇下你幾多人啊？在場人士，請你哋完成咗呢個警方嘅呼籲，請你哋唔好再阻塞住行人道。唔係而家阻住，已經係影響到在場人士嘅安全，同埋有機會影響呢個交通嘅。請你哋立即停止。啲人出嚟咪唔多人咯？你知唔知今日有幾多警察喺法庭裏面啊？你知唔知道啊？你知唔知法庭係一個乜嘢地方啊？喺司法獨立嘅地方，你知唔知道啊？啊！你知唔知道？停止阻塞。你俾特首直接答大，佢哋可以證明都係市民唔可以證明入去。我問你點解市民唔可以證明入去？你答咗佢問題。阻塞呢度嘅交通嘅，請你哋立即停止阻塞呢度嘅行人通道。